我们都知道呀，岳飞的精忠报国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呢，岳飞的背上刺的为什么是尽忠报国呢？岳飞的母亲呢，希望他尽心尽力报效国家，所以他背上刺的四个字是尽忠报国。皇帝赵构赐给岳飞一面旗是精忠岳飞，所以现在民间流传都是精忠报国。